美术中陶几何体塑造。正方体塑造第一步，确定好构图、软碳、侧锋起形，拉长线，注意统一透视变化，加重明暗交界线，找出投影位置，侧锋长调子铺调子，区分暗部与投影，注意投影前后虚实变化，长调子侧锋铺设背景颜色，沿着物体轮廓往外推调子，丰富暗部颜色，铺设灰面调子，铺桌面调子，丰富画面黑白灰层次关系，号纸笔揉擦暗部转折，卡投影形状，统一揉擦暗部投影颜色，纸巾揉擦放虚暗部投影颜色，纸巾揉擦背景颜色，橡皮提亮转折卡点，塑造加强暗面与亮面对比，注意暗面虚实空间，刻画转折细节特征，丰富灰面调子，中碳塑造亮面转折，丰富背景调子层次，注意区分背景立面与桌面的朝向关系，调整画面关系，注意桌面与物体灰面颜色区分，丰富桌面调子层次。